Hello， 大家好，拍人有新搞作啦！拍人将会推出一系列嘅全新节目《卧虎藏龙》，有我乐天为大家做主持，另外仲有拍人嘅专业制作团队去挨肩底热、呕心沥血咁准备呢个节目。我哋将会请嚟拍人一众专业嘅乐器导师去参与我哋呢个节目，包括有口琴、长笛、钢琴、打鼓、电吉他、小提琴，仲有其他唔同嘅乐器。内容包括有导师精彩嘅表演，有访问环节，同埋我哋设计咗一啲小游戏同埋挑战项目俾导师挑战一下嘅。咁大家可以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可以喺柏林嘅 YouTube 同埋 Facebook 度收睇到。咁大家记得去睇啦。